说 EN-50T 一个机器的大概调节。我们这个是一个灯光，照在这一个灯脚这一块。这个是镜头的前后，就上下。然后这个是左右的，我们正常是这一块是左右，正常我们只需要调节焦距这一块。我们灯光照过来。这一节是调我们的焦距，也可以模糊的时候也可以调得清楚。灯光照过来，它会有光彩。一个这样的手势，把这一节我们在这一个位置内，就可以压上，然后手压。然后我们这一节它翻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翻得太过去。我们差不多到这里就可以了，不要往下翻，翻的很多，这样会导致它绿牌测的时候，本压完它会显示绿屏。